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王人老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来，我是时代，大家好，温馨老师好，早。刘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咱今仔日，莫讲今仔日啦，这两天啊，迄天气安尼，佫热，还佫湿。啊，若下晡时啊有落一阵啊雨，佫暗头啊佫还好。啊，若袂是哦，愈暗头啊愈湿，愈热安尼。嘿。哦，安尼热啊，足艰苦的。嘿，足艰苦。啊，大家拢爱较注意咧，爱加啉寡滚水安尼吼。啊，这两天啊，我心情起码之意哦。啊，是安尼讲。啊，昨本来就是讲会上百万的人，迄落参像较早迄个，什么阿扁啊时阵反贪腐无，迄红衫军，我就是讲那个造成迄款的盛况啦。我啊，昨那会煞煞变安尼，迄头前去凑万尔，干那开到迄落坐袂定安尼。我有看到一张相片哈，相片，伊讲一片啊。相当拢不少个，拢十步个，啊实在讲，因用一招就是讲，因这阵人吼，伊拢用一款美女哇，水果女啊，出来做发言人啦，出来做什么物件啊，什么学姐啦，有诶无？拢用一款足水，啊你去勾引一阵诶，女士。我怕这讲什么歌啦，唱歌啦，啊，无多啊，因为这阵人吼，普通是拢比你出来嘛，哈，比你出来啊，佫交无女朋友，你敢知？哎，啊，都第样做三年兵，都出来看到弟某在路啊在行，讲啊，迄条神，迄条神，哎啦，那是个心态。无啦，啊，即马佫唔是干条神啊，佫只是讲。看起来咪拢水水个啦，系啦，所以讲，昨吼我迄款个迄落查妹啦，我看看，我迄落内底迄个落差啦，吼，就是讲我想讲，加着这个科比吼，啊，这当初嘛是摆迄落洪仲秋事件，啥物太阳花事件，毋是人嘿叫，吼，这阵人，啊，佮加着这个侯友宜好好做代志。一百十几万的人，总算一百十几万的，迄落新北市的人，搁一万去唔吼，啊，搁来就是郭台铭呢，哦，霸气总裁呢吼，啊，搁来呢，这黄国昌老师，哦，常用的，就是咱的这个馆长安尼，哇，我咧想讲，咱可能上少，若无250万，我才输你啦，吼、哦，我咧严阵以待，你敢知影？你想讲，哦，今嘛唔知要钱甲倒一条路，会钱甲臭头啊长遐，啊，搁钱甲地吼，钱甲收购遐吼，啊，中山北路啦吼，对啊啦，安尼钱甲安尼吼，啊，结果呐，伊搭看遮久，看到安尼目睭强要乌脸去安。我较乐观啦，因为我唔知呢，我囡仔甲即个拢真乐观吼。你甲看迄个国昌老师，嘿，啊，人拢对国昌老师嘛，对啦对啦，伊都系做老师咩？啊，李伟咧做嘛是做老师。所以我讲，你若要去做一寡违法的代志吼，咱会较掂咧，莫是过车硬，啊。对啊，看，伊若渐渐拢什么代志拢无，人讲渐渐较无望对无？对。啊，伊就，你要做一挂违法的代志，啊，你搁唔渐渐，要搁爱名，搁爱利来讲哦，你就将恶出来嘛。对。人讲你要抠别人的喙手进前哦，啊，家己的喙手爱先抠抠咧，啊，再去抠别人。无啦，啊，伊问题是伊唔知有发喙手。哦，对吧？啊，但是啊，讲无少讲，我蛮我发喙手。你若讲像做鱼来讲吼，你迄个宰相，还是做一个什么大官出去，伊普通有一个动作就是安尼嘛。哎，抓一下，抓一下。啊，伊就唔捌做过大官，啊，就唔捌去摸，啊，所以家己发喙手都唔知啊。哦，对啊，伊这边算讲这个活动哦，伊伤着啊。安怎伤着了？有形的伤着，就是讲伊遐个物件，遐爱拆嘛。啊，无迄个车，迄落伊的迄落菜园啊，会发车出来，遐啊，暗土拢爱扣掉嘛。我想，阮楼顶嘛有菜园啊，想要来家请教讲，安怎静的变迄落高级车走出来，一台一台安尼走出来。对啊，对啊，欸，阮家有这块田哦，我
看会使来正正正甲迄个什么土大山本田什么枪造出来无？大家拢安尼，啊，强笑个安尼实在讲。啊，所以变讲哦，伊安怎迄落有形的料，就是讲，伊迄个人爱来拆嘛，爱拆地行国产局的嘛，佮伊后壁交迄嘛是一零足大零工加起出去，迄拢爱拆掉啦，无论咱怎，迄就是爱拆掉啦吼。啊，伊迄个五楼迄个违建，毋知爱拆毋拆，迄毋知几年去人去的，毋知影啦。这是有形的伤着，啊，无形的伤着就是讲，伊即声安尼做了了，伊的名声。啊，甲伊伫咱个是差不多啊啦。伊伫咱个迄落心肝内个迄个尊敬，啊，甲伊以前个迄个勇吼，甲伊讲哦，伊安怎个落将这个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遐乌乌臭臭个物件拢随人啊结出来哦，安尼咱就感觉哦，足感佩伊个讲哦，伊佫有资料啊提出来，佫讲会出来安尼，哦，咱就想讲这国昌老师都不得了嘞，啊，我知不得了了，煞变讲即马安尼。名声安尼尽扫落地，啊，画人煞画袂行安尼。啊，毋过伊画袂行，啊，毋过馆长吼，伊个流量拢几百万个诶流量呢，啊，哪会煞含馆长煞拢同款拢迄落伊个人拢画无出来，馆长个人啊。刚刚迄个粉红梅个时阵，二十几万呢。迄本我有去。哦，你有去？我有去。迄人馆个，互人惊甲安尼，脚拢踏袂着涂骹安尼，迄人哈尼济啊，啊遐个人咧。哦，伊这边办这个活动无正当性。伊是干呐讲唯一个迄落目标的终极目标，就是讲要下架民进党安尼。因即马所有办个迄落，就是要下架民进党。是啊，啊，我伫脸书，我就问咱台湾个台湾人啦，哈。嗯嗯。好，你下架民进党以后，你下一步咧？下一步咧，你是不是要叫习近平来通知？啊，你是不是要去新疆去，或者再教育？是不是安尼？你是不是要用脸书来翻墙？要用 LINE 来翻墙？你敢介意过迄款生活？所以你要甲下架民进党刷落去咧。嗯，要去想好啊，刷落去要安怎？备胎，啊无你家己上阵，啊你都唔是那个鸟啊。无，本来你来讲。民进党蔡英文的这叫个比马英九较烂较歹，你去下架蔡英文，你去下架民进党无问题。但是唔是人做啊真好，你做真好，你用什么理由要去讲下架？啊，你怎么讲你做了歹？那无真好嘛是讲未满足咱这咯所称的讲台独派者的人讲哦，伊无讲要爱来宣布讲咱的建国的迄款的迄落理念啦，吼种啊，但是已经甲美国吼已经愈行愈远嘛吼，啊，这个时机若成熟的时吼，就会嘛，迄嘛毋是讲你这边，因为你想过咱遮拢台湾伤细卡咧啊，咱就嘛是爱斗斗等，啊，过来就是讲。国民党犯过遐个错误，哦，贪污啦，甲这落乌个交界安怎哦？你民进党爱画较清咧，结果你画了含含糊糊无清，哦，像讲陈明文那些，迄拢互人诟病啦。但是迄嘛毋是讲，唯一讲哦，你下架台湾，下架民进党，台湾就会好啦。伊个目标就是伊即马就是这个郭台铭啦，柯P啦，吼。啊，甲这个好好做代志啦，王国昌老师啦，啊，这馆长因遮个人，伊个总啊、强啊的宗旨，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安尼尔啦。不过我感觉安尼啦，你放心，老天吼，老天看着咧，真照顾台湾人，天有生目睭。所以去年伊就超过去安排吼国民党大赢，大赢以后，今年你甲看，就开始大乱，吼，这甲新年前同款，甲新年前拢同款的代志。所以，因就学袂惊，学袂晓啊！你看，真正你讲四年前就是安尼，啊，今嘛嘛是搁安尼。所以我是感觉，你连选互你赢，不要紧，互你请赢一下。吼，啊，你开始骄傲，开始骄傲，第二年就开始衰啊。所以，啊，无应该是讲迄叫中白理论啦，啊，但是这边不是中白理论啦，这边吼是脚迄个饭桶的理论啦。奇怪，那也无代无志，伊要办这个活动前几工啊，
迄媒体当底要紧要报伊个代志，啊，其实所有电视台嘛拢，不管你是批评也好，正面负面拢好，拢嘛是咧讲你七一六你要游行个代志，要下架民进党个代志，你迄落五四五三啊啥，逐台拢安尼，甲伊拢有甲伊拼着对啦吼。啊，结果咧，啊，忽然间走出一个讲，迄个学生囡仔讲食迄落共饭，食迄落菜叫几行啊，啊，几大桌个人啊，几啊块都啊共饭食了了，煮袂赴互因食，啊，尾啊佫共写迄落负评啦，就是讲你上摆就是讲吼，你食无够，啊，你着。你就共讲迄落网络上共讲吼，啊，即间歹安怎，我就感觉啦。文成老师，我有一个个迄落想法，就是讲人讲开饭店物件人大食，嗯，啊，你当后食你的菜，佫主要有够好食，毋得配落饭。你若主要歹食，迄饭一定食袂落嘛。就是讲你的菜煮了有够好食的，啊你饭啊，因遐着即卖的人吼，迄查某人拢嘛皆毋食饭，啊无就食安尼一喙啊安尼。啊你若拄着迄落长后大的迄个囡仔，啊伊着爱食迄几啊碗，啊你饭佫好食，若卤肉汤搅者也是咸鱼啊配一块，食迄几啊碗拢袂饱安尼吼。啊所以讲着讲开饭店惊人大食，啊你着。饭卡煮较大卡咧，啊！你着讲这一卡饭，我要恁这道菜，我配这卡饭，我要加偌济哦，袂得来，唔得来安尼。这拢会当处理啦吼，啊！但是伊着要舞会安尼，网络顶悬着安尼吵呢吵，啊！结果电视台配合，啊！即摆我吵到新加坡去啊，阮新加坡嘛，讲咱的迄落快炒啦吼，一盘。佫俗，啊，佫好食吼，啊，佫安怎安尼，啊，规家伙啊聚餐也好，啥食饱也好，食卡也好，拢安尼，拢约我去安尼。所以讲，人骂人讲饭，迄结果有人看伊袂做个啊，啊，就走迄个学校遐讲，恁是大饭，你们是饭桶是不是？啊，就咱家佫来加一个挂车链，饭桶挂车链啊，互人欢喜讲啊咧。我即个代志。是学生对，还是这饭店对？咱卖讲。对，咱无在评论上对甲唔对嘿。我是感觉咱这少年囡仔，爱加减一寡叫做感恩心啦。对，这个咱巴肚枵，饭店煮物件，互咱食，互咱治枵。对。无唔对，咱去付钱嘛哈。对。我所以普通来讲。啊，伊是讲迄落。吃那个菜哈，叫了菜饭是迄落免费的，免费的安尼啦嘿。啊，其实每一个人，你若讲我有迄个感恩的心，对，老板，我付一寡钱给你，给你赚一寡钱，你会当请我，啊，你给我提腰，啊，我即马食无解饱，啊嘛不要紧啦。你搁一卡饭来，啊，一卡饭看偌济。啊，不过这是。我有看到报道，就是讲这头家有讲，我普通时啦，哈，卖讲今仔日，今仔较特殊，普通时我若饭搁煮了上济，食袂完，哎，食袂完啊浪费嘛，所以有讲伊个困难啦，哈，啊，其实上方面你若讲互相沟通一下，吼，沟通一下，啊，讲者卖甲代志加较再大，是啊，啊，你少年囡仔嘛叫。叫较有年纪人干嘛？你少年人，你人你得服中无少服。啊有个人讲，啊你头家你要赚钱，你就爱去服务较好咧。所以，家己伫物价呢，互外国人去笑，我嘛。是啊，哦，四国人拢甲咱笑，甲笑这件代志吼。台湾食袂饱。网络顶悬啊，拢在笑这件代志，外国嘛在笑咱这件代志安尼啦。啊，其实哦，讲起来，较早阮囝哦，读到国中二年的时阵啊，啊，我煮迄落大同苹果哦，迄个十人份的啊，阮安尼哦，拢食食咧，拢甲咔咔安尼清气淡淡，咔。啊，不好意思啊，妈妈，我还没有吃饱诶。哦，迄个就是囡仔长后大嘛，嘿啦，啊伊长后食，啊你即马咧，你知影咧讲，拄则咧讲着讲，你部队内底嘛有诶。少年家嘛是长后食。我记你顶边敢若捌讲过吼，我伫即个咱南口遐有一个所在叫做公社，公社，公社即个所在。平名啦，迄就是训练中心的附近啊周围。嘿，啊，遐有一个连，或者我较早做飞弹的部队嘛，飞弹啦吼，咱即摆足流行讲着飞弹啊，飞弹大家拢知吼。我较早伫飞弹，多去抽签去抽着。
这个部队，啊，佫唔知影啥物所在哦，啊，真侪人讲，哦，恁那是伞兵部队，啊，你伞兵部队，恁若去天顶哈，啊，坐飞机跳落来了，唔是断脚就断手，哈、啊，我想讲，我这世人可能无机会坐飞机，啊，若去做伞兵部队，无这我嘛坐着飞机对不对？那我还是足乐观的，啊，不，结果唔是啦，是迄个飞弹部队，飞弹部队，阮就是这个。第二年，阮哩嘛叫做第二年，伫公社这个所在哈，一个月，阮了训练一个月哈，干那基政部啦、刺枪术啦、跆拳道三项尔哈。你知影这囡啊，这少年的吼，足勇的，足爱食饭的。有一天吼，阮六十个人，六十个尔哈，六十个人。食迄个咱的大桶有无？普通人伫汤迄款物件，大桶的吼，大桶的六桶，六桶无较甜啦，差不多七八分甜，七八分甜安尼吼，六桶食咧，甲阮迄个阮叫队长，报告队长，没吃饱，啊队长就爬去台顶，没有吃饱的举手，哇！大家拢举手，大家拢举手哈。啊，就对你讲，你们坐好，您坐好，坐好啊！我再去请他们再煮三桶来。六十个人吃高汤，拼了了。那是吃啥啦？面。哦，还来吃面。面，嘿，早餐啦。早顿吃面啊。高汤，六十个人高汤搞不了了。是啊，就足好食的，啊，就表示讲。这个国民健康嘛，你若未食，你就害啊，就害啊，啊，就熬食，就熬大，身体健康，国民健康啊，唔是真好安尼啊。其实咱要讲的哦，唔是讲这件代志，头家唔对，还是遐个迄个学生囡仔唔对啦吼。咱只卖讲伊对甲唔对啦，我就想咱台湾哦，一撮啊代志吼，就变讲安尼曲解啦，种民主时代好啦，个人都有反映迄个意见的迄、那个。迄个自由嘛吼，啊，但是着讲甲安尼哦，我好像袂听，外国人讲甲袂听，尤其强辉啊，啊，台湾讲甲袂听。伊着讲啊，你甲看台湾的学生拢食袂饱。我讲一个笑话咧，听啊，阮七月初二，即嘛到两礼拜以前嘛吼，阮去家己开会，阮读册会哈，所以去家己。啊！你知影食便当的时候，有两个小姐，便当摕来，要是我饭吃袂完，我这饭一寡给你。我无偌久，搁一个过来，要是我这饭吃袂完，搁一寡给你。你知无？我伫阮迄个团体内底吼。我变饭桶。我饭桶有名嘞吼。你饭也吃袂完，拢摕来我。啊，所以结束以后吼，阮的理事长。佫摕一个便当我，文生，即个摕，哦，你特登暗时去食，所以我实在讲我是，你讲我三比八对不对？我做我食呢。对啊对啊，较早我捌迄个三阳老师的时阵，伊嘛是啊，看伊人说，迄啰说了句说了句啊，伊嘛是食迄三四碗，歹势佫改的。我做咧讲伫公司吼，差不多一顿拢五碗六碗呢。三。我啊，不是干了我哦，会使讲差不多上种食四碗啦。啊，我靠，食加食两碗。哈，啊食饱是要去休息个对吧？要去寝室哈，啊计腹肚安尼烂嘞。啊不会疼嘞。食上饱。因为你无食饱来讲哦，你差不多过两点钟，都冻袂掉啊，腹肚枵啊。啊，腹肚枵，你敢捌腹肚枵过？哦，枵到足艰苦的。我若腹肚枵袂艰苦，是安那袂艰苦。我若腹肚枵，就脚手软软。啊，困袂去。唔是，无啦，唔是困袂去啦。哦。白天啦。哦。我暗时若困起，拢唔知枵。腹肚枵拢唔知人啊啦。我是嘛是去做餐。我感觉奇怪，我那安尼行路脚无力，啊，要创啥手嘛无啥力气啊啦。啊，不要转去吼，迄馒头给啃一条落去，迄芭蕉给啃两三条落去吼。哦，原来就是，原来就是腹肚枵。真是，我人讲迄个善食人唔知死啊，穷人啊吼，
人咧讲咱的话讲哦，善人，善人唔是讲你瘦瘦的人善假人啦、嗯嗯、善人唔在世啊，买咸鱼食了米啦。你若讲买一尾啊咸鱼哦，你迄一卡饭一定拢无够。对对对。哎呀，你知影讲讲配迄、那、落、個、配什么菜？我会记得较早阮家挂吊啊是爆产吼，啊拢迄落查某人拢会来煮嘛。哎、欸，饭啊会一卡煮好啊，我换迄卡搁落落搁煮安尼，那会要煮啊济，结果嘛，逐卡饭拢食较干。阮叔最近有甲阮讲吼，恁食饭吼，食七分饱、八分饱的话，恁莫食到上八饱、嗯。我甲叔讲叔番说吼，我若要食到十分饱、十一分饱、十二分饱，我挡袂调。啊，唔知影枵饱，咱都食足济。我嘛是足哦，即下想我有影食几卡饭咧。啊，对，我都甲算我讲吼，好足个食饭。主要是表示讲咱身体用。伊去读册时吼，我读高中顶边捌讲过，读高中读大学拢食袂饱嘛，啊食袂饱，后壁去即个成功岭去寒训，阮换日去吼，寒训就是，我感觉吼，即做兵啊，遮幸福安尼，遮馒头、遮豆浆啊、豆奶啊、遮菜、遮饭好你食，诶饭不介好啦，诶饭拢。拢敢若鸟翅啊米迄款诶，蓬蓬迄种，嘿，松松袂黏迄款物件，饭是无介好食，但是一菜起来，哪会遮澎湃安尼？哦，我感觉遮幸福诶。是啊，阮较早，阮遐有坐厝边啊，阿春兄啊，爱去做兵，头一边三个月回来，啊，区诶罗门子较边啊，遐区诶遐得流目屎，流目屎滴。啊，伊若讲啊，金孙诶，你是安怎？哪会做一个兵回来，安尼是想？想过想厝的吼，厝的你都唔免烦恼啦。阿公阿妈好好，因爸爸妈妈大家拢做事做啊。唔是啦，我起来拢唔捌食饱啦。伊去做兵唔捌食饱安尼啦，伊食饭较慢嘛。啊，你伫个部队内底抢袂着来食，你食一碗了，你搁去底的时阵，内底遐拢无啊，啊搁。伊较避暑，山顶人较避暑嘛。啊，顿来是我倒顿来，啊倒顶的菜嘛无啊。这我要去做兵的是阮阿兄有甲我交代，讲我甲你讲，你第一碗饭唔通点伤济，你点半碗就好，啊半碗哈，啊食完赶紧过来点一碗来，也够有菜。点较大碗咧，无啦，也够点较大碗来，第二碗饭也够有菜。啊，你若第一碗饭哦点较济哈，等你食完，过去点一碗来菜无啊？是啊，我就感觉讲，咱台湾哦，应该来讲啦，咱以咱台湾人的迄落单纯土质吼，以咱台湾的勤俭佮骨力，应该袂讲败到甚物程度啦。啊，经过这个疫情这三冬外来，你看咱拢迄落低空飞过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咱拢有过啊，甲进大家咱拢佮规层好好滴咧。是啦，咱四五十年前吼。啊、台湾的经济不好，所以食袂饱，啊，这是过去啊啦。对啊，对啊。啊，即马少年囡仔，我感觉大家拢食足好诶，大部分啦、啊，大部分拢食到安尼肥嘟嘟。对啊，对啊。所以讲人较早讲，这个即马感觉已经话足济啊。嗯。讲街头运动诶时阵，爱食两粒便当来饱，我着要看。甲我同款。吼，着爱食两粒便当来饱，就是讲以前诶人。迄阵啊嘛较无遐侪油车啦，吼啊！即卖人较有油车啊啦，我就感觉讲，唔好将咱台湾想做遐尔啊歹就对啦。吼，即件代志我就想讲吼，即个讲煞就好吼，啊网络顶悬每搭去制造遐个迄个可能看袂落去的迄个语言出来安尼啊，应该是讲咱来疼惜咱台湾。啊对啦，民进党做无好，你爱家鞭笞，你爱家伊迄落。伊嘛，互咱足无满意个啊！啊，但是咱无讲哦，我要先来要家毁掉了。你毁掉了，你看要叫科比起来，这个都毋是好招啊！啊，你要叫好好做代志，迄啊，佫毋是好招。啊，你讲要叫郭台铭，啊，郭台铭伊个迄落财产89%拢伫迄落中国，啊，伫遐啊，佫欠咱台湾两条个迄落银行个钱也袂还。啊，你要叫遐个人来领导？你讲一篮子烂泥内底，静静的嘛是还阁未清楚。我较乐观咯，我跟你讲几啊遍啦，我真乐观，就是讲老天拢甲咱顾掉咧。所以你拄则讲这几个老先生啊，对啊对啊，
所以合起来200多岁啊，得要300岁。虽然因拢比我较少年啦，哦、我可能甲迄个郭台铭差不多。你去演呢，就对啦。我啦，郭台铭啦，马英九阿扁啊，这种年纪，阮差不多拢。因遐拢小老弟啊啦，因遐伫叶明头前拢小老弟啊。差不多。这个天公听到人，因为、大部分台湾人足善良。是。善良啊，有个人善良较戆气。不要紧啦。你呐，尽量卖去，你爱小可去想一下，这个人，伊讲话有实无实？对。啊，是凊彩讲讲呢。话句句大片。卖想过行业就好啦。你呐就讲，我昨物伫电视讲啊，我是国民党个呢。我读大学时，我教官一直别讲这学生都爱。我迄落大学个时阵，无加入国民党了，你甲做兵迄关你都袂过啊。我著我个爱人啊，著咧等我啊。啊，你若无加入国民党，我都唔甲你放假，啊，你著袂当出去见我个爱人啊，我著兵变啊。所以我家都乖乖啊，都为着我个爱人啊，伫外国等，我著加入国民党啊。所以我加入国民党差不多到4年嘛。这边两年，退伍以后我就拢无啊。其实我嘛唔是民进党诶，我是台湾党诶啦。我台湾人。台湾你党啥？我台湾人。你敢若讲民进党，你若做了无好诶，歹所在，我嘛甲你讲啊。你袂使，你袂使阁吼，即个国民党有机会啦，因为国民党是足阿爸诶，足阿爸诶。伊毋是干那阿爸尔，伊是来侵略咱的呢。伊直接无合法性来统治咱台湾。啊，佮教育咱一寡，系啊，迄个假的物件，对啊，毋是真的物件。中华民国就是假的嘛。对啊。啊，咱就爱信奉中华民国较真啊。所以啊，就无去啊。洗脑洗到足彻底啊，所以即马慢慢来啦，对啦对啦，天公听聋人啦，啊天公有目睭啦吼，啊咱，伊会甲咱开金眼，对啊，尽量用良心去做代志，啊恁若有在调，去讲斗三工，你出面隔壁什么所在有人需要什么斗三工，恁再甲人斗三工着，安尼咱心嘛会较满足。对啊，对啊，应该讲咱台湾的基础文化，咱家己的迄种思想，咱过去我就感觉讲。迄啰，互这个荷兰、西班牙，迄啰大清帝国，啊，过来就是这个日本国来甲咱统治了。上歹就是这个中华民国来甲咱统治啦。啊，是讲咱过去有好有歹，但是无遐尼歹。啊，上好就是讲日本迄50几年咱的时代，你看较近咱的迄啰老岁仔人，还佫有老迄啰金。基本台湾人的思考模式，创啥讲话啥吼，拢还佫有成咱台湾人。啊，即卖人呾变甲安尼想法，我就感觉讲，即个台湾人的迄个善良文化，咱即代人爱偷偷甲会当啊。安尼。咱看会使做偌济，也着做偌济。算偌济啦，能力咧，能力拢有限哦。啊，咱今仔日老师呢，你要加添啥？无啦，差不多啦哈。啊，这个再严肃的物件，咱慢慢悄悄啊讲。对啦，嘿啦。啊，食饭我就感觉有食饱就好，唔好食伤济啦。唔好讲菜好食就真甲安尼腹肚体肚安尼。啊，对，唔通讲安尼，这个物件好食，我就食较过量。是啊，是啊，嘿。好啊，哈。啊，你今仔日同款哦，咱的三片银台阁继续。是，咱顶礼拜讲这个。阿母甲伊讲，啊，你看伊行路，你看伊头前这二十年对无吼？啊，即嘛话三平伊就讲，伊讲，伊我是亲戚个，伊讲阿母，这压卡无可能，伊即样讲个。三平听着苦袂真，应该心情白汗。金白的福啦，哈，白含金，含金是啥？都迄个应该讲七官，迄较早的人哦，无像讲即马相照吼，啊咪咪啊家凸显出来，较早的拢嘛，迄落咪咪大拢惊人知，拢安尼围起来用迄布巾啊安尼家白起来。差真济吼，即马讲，互你看，互你看。惊你看，惊你无够大粒，来去叫医生家弄较大粒的，嘿。哦，含金哈。应该心情白含金，三年甲我共做阵，
睏做伙嘛哈，唔捌看伊两粒磷，即是所在讲磷，卖讲磷呢，啊，两粒，卖讲磷，卖讲磷，甲伊伊两粒磷，就磷，磷，磷，安尼才会拗问，哦哦，两粒磷，头前讲讲做磷，两粒磷，卖讲磷，卖讲磷，哦，下人。像在应该是鲁林，啊，我一个斜线袂记哩，袂记哩拍电话，鲁鲁还是李，拢 OK， 查某的哈，鲁林还是李林，林，有人讲林，有人讲人，啊，鲁林，你来看伊顶句是啥物，啊，下来有押韵的，倒是迄落啦，对，啊，所以这。一拍卦是阿文阿阴阴阴哈金零啊，叫做含金，叫阿公含金，阿公含军，嗯啊含金啊，安尼叫阿文哈。好，啊，不然今麦来唱一个哈。好，我嘛是搁用清唱啦哈。好，那。伊顶悬伊句伊上阿母，这也较无可能啊。嗯。三平个听着啊，哒哩哩哒哩哒哒，哩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啦哩哩哒哩哒哒哒哒，高木金咪啦哆瑞咪啦嗦咪，应该。英啊金啊，把个寒金啊，哒啦哩哒啦啦哩哒啦哒，哩哒啦哒哩哒哩啦，哒啦哩哒啦哩哒哒啦哒，三年高啊。刚设定啊，咱咱咱滴滴咱咱滴滴啦滴咱咱，滴滴咱咱滴哒滴咱哒啦滴滴咱滴咱哒咱咱，唔捌的欢喜啊，两个两边啊。像在应该是鲁林啊，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啊，啊这下加这有那数据啊，嗯，下加这三百唱完，数据啊应该是后礼拜的啦。哦，哦，官人啊，你这是三好就是好，哈哈哈。他这加出来的，就来小丢啊。小弟话应该以前的人无在讲三好几句多只个，但是杨秀根老师在安尼讲，哈哈哈哈哈，伊讲，官人啊，你这是三好几句好，还是该说一下啊四好啦，我注定无某啦，我跟你讲，应该是查某的，唔是查甫的，你就是唔听，哦啊，伊较输叫就唱落去啊，就是可能在过程内底输叫啊，伊较敏感，伊就。就甲伊个主人讲，伊个迄落，伊迄个三伯啊讲哦，我看迄个应该吼是查囡仔，可能有捌甲伊讲，伊讲啊，你学袂讲安尼，啊查囡仔就袂当来遮读册吼，安怎安怎安尼。啊，你无法度，人是佫较巧，三伯较戆，戆呆。哈哈哈！读册戆啦，迄叫读册戆的啦。好，啊，咱即马老师咧弹琴啊吼，啊，这叫什么歌调？七字啊。七字啊调。七字啊调，七字啊调。阿嘛就减少。
两代嘿嘿，这敢那较好听，你讲七字啊调啊？嘿，哦，七字调嘿。嗯，念歌主要是用高调、七字调、哆嘛、三十遍嘛。哦，啊，搁迄落，你顶边唱七字调。七字调，啊，有人讲，高调叫梅花的七字调。哈哈哈！叫这名啦，嘿。好啦，哦，就感谢咱文贤老师哈。咱足期待讲啊，拜日的时阵呢，啊，咱老师这个带呢，就是讲会当教学作用的嘛吼。哎，啊，咱啊老师的学生会当听到老师伫咧遮迄落，啊，你嘛会当伫咧遮就加减学啊安尼。啊，安尼，你要搁？老师问题，再来教我指导一下哈。到迄落啦，拍迄个老师的脸书内底安尼。嗯，好。好，感谢各位。好，多谢。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